看，超热的，好久没有来中山区哦。天啊，大家都说嘛，小编一整天要干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摄影师小心啊！大家先吃饭啊，不然要干嘛？你不会吃饭啊？走，吃饭去。前一阵子不是那个台志远，台志远那个影片，谢谢你送我骨灰坛啦！哦，还只做只扎的针呢。啊，那镜头就这样。来，我帮你下音乐，你好，音乐，帮我下音乐，嗨歌。那我要绑双马尾。好，好这样。等一下，他笑得很夸张，他笑得很粉丝一样。我说我很像，我是黑头发。你想干嘛？我现在公开邀请台哥来上我们节目。台哥来上我们节目，我们一起当王美，而且他把那个耳机挂在嘴旁边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只是学台哥而已啊！他就是演贝雷达的。台哥演得很漂亮，我看了不懂，我都想捐骨灰坛。我也好想要骨灰坛，可以送我吗？我想捐那个饮料塔。对呀。那你除了台哥以外，你还喜欢哪一个？我很喜欢有在拍网络影片。我蛮欣赏老皮的，我觉得老皮也很好笑。我从他没有露脸的时候就开始追，然后那时候他就说他不露脸，原因是因为他如果去买 A 片的话，就是他如果一露脸，对方可能那个店员会认识他。我就说哦，原来你也需要，我觉得超好笑的，他一直都不露脸，后来还是露脸。我们到益丰堂吃面，我只想姐在吃，我看他竟然硬要带我来益丰堂。哦，好热，我等一下要上发热，走 ，Go。这连碗都很烫哎。我点了三片海带，这碗烫，哇，真的很烫哎！一锅真的很烫，一锅真的很烫。可以帮我拿酱油吗？当然。今天查克拉不太够，然后就是摄影师去帮他拿。好吃，你一定会很好奇，为什么我拿着卫生纸擦着口红没有滴好？哎，因为我刚刚已经补过了。我们去下一个地方看看中山有什么。那就这样走吧。然后我要再，好像白了。你在学台哥？台哥来上我们节目，我们就让你戴这个眼睛看三秒就会晕的眼镜。你讲的这最好是能看得到东西啦。摄影师来试试。Beautiful life, beautiful day. 나에게看起来好吃嘞！好啊，看到吧？好啊，那怎么样？2F2F， Let's go, Let's go. 男友视角的话就这样。你가날싫어해하는걸알아나는서운해그럼날왜넌못이해해 You don't understand. 打我自己哦！你刚刚把你的脖子。我点的是这个抹茶红豆泥，抹茶红豆泥。再弱啊！再弱！你搞不懂。欢迎来到最后一站的房雅克。我们今天大概逛了一整个中山区。刚靠店员这样，又帮牙敷一下。这就很荒谬了，我觉得这很荒谬，这是我看过最荒谬的耳机。太奇怪了吗？给我一个币。等一下，我又被挤。你走开，离我远一点。바람으로여신이쪽돌아보지마샤라랑他说他刚说不能太大声，有点热。他有没有看过那个？如果是之前我们的老粉丝，应该都有po一支影片，是那个玩乐新闻的影片，然后介绍那个这台车的，就它是整个都是用木头做的。
后它的弓非常的细，就是它每一个齿轮都一定要就是完全的卡在这边，然后不需要用任何的钉子什么的，它就是用牙签，全部是木头的 UPS 的那个木头的那个玩具。然后这声音有没有很清脆？哦，我都麦在这，然后大家就说好想当火车。熟归熟，但我尊重还是要有，所以我竟然被一个车吓到，它就会这样动，是很可爱。而且它这边有那个小门，然后它可以踩那个，它踩油门的时候它会动，超可爱的。然后它这次有出一些比较新款的，其实蛮特别。这看起来也太难了吧？这是我看过，你有看到吗？里面的结构非常的细腻，非常的细腻。然后它用橡皮。金木头，然后还有一些牙签所组成，所以它前面完完全全没有那个任何其他的材质，所以它会看起来，我看看哦，好，这个是460，应该每台都是460，哪一边都可以吧，超可爱的。他这边，他这就是你看，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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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，哎，他不记得，我偷招配一下，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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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真的是很疗愈的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很值得，我们来掏腰包送。而且它的下面就是还有那个，就是真的下面也会做得很细，就是你所有看得到的东西，它都会做得非常细。还有老鼠，哎，它还有老鼠，然后就是那个小木椅，看起来是不是很疗愈？你如果家里有一些小人偶啊什么的，都可以放在上面，真的很。这是什么？不，这是那个，哎，还有蜘蛛网的设计，哎，还有一只蜘蛛，不，看了吧？你看，它刚刚一直默默在那边转。它那个上面还不会做那种螺旋的，所以它是比较疗愈的那种设计。这也太可爱了吧！这是这是计时器。我刚拿起来太粗鲁，这是一个粗鲁的女孩子。哎，这是那个我们之前也有介绍过的，喜新厌旧，喜新厌旧保险箱。这好像是他们就是那时候我们贴出来之后，一堆网友询问说在哪里买。哎，没有错啦，法雅克跟成品都有在买。还需要店员提醒，然后他还要提别的店的名字，成品，还不是店牌。好，这个不错，哎，这个，它是可以这样开的，梅花几月开？这其实转出来一点技巧跟力道，不，它这全部你可以看到它是这样，而且啊，它里面。这个小女生的手上其实可以掉东西的，就是如果你有一些手环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掉了。那如果你要是掉其他，那就不放进去了。到底是什么？你刚是揍了一下你的表情，什么东西啊？很小声的讲。那它真的做得很细，它里面有点像那个万花筒，你有发现？它其实有点像万花筒。好，那不要说我对大家不好，今天最后一站就是来到法拉克，其实就是要买东西给大家，毕竟已经逛一整天中山。说好的延续传统的，男生最爱火车，我们就送一男一女喜欢的东西。男生的话，我们就送火车。这个东西呢，看起来非常的疗愈，但它其实需要很久的时间去做制作跟前置。男生我们就送一台这个，然后女生的话就送这个好了。这个很美，这个就是吊首饰都可以用。这是为女粉限定，女粉限定。抓娃娃机的夹子，硬要有没有？好，对，女粉限定的小礼物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礼物有点太少，所以我决定再替大家挑两个小礼物。因为我刚刚其实脑子里在想说，这就是两个小礼物。虽然说这礼物其实价值不菲哦，先说这礼物其实价值不菲，但我真的觉得东西太少，所以我决定要再凹总给你，决定挑两个这种。它这个是随机的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你说，就是。这个里面会是什么？反正你抽到你就是他妈给我拿对了，好不好？你如果不给我拿嘞，哎，你可以送给我没有关系，因为其实我蛮喜欢的。我都在想，我要不要？我应该等一下很想买一个，它就很可爱，它硬要把它拿起来，你看它是很可爱，所以我觉得，而且它是那个
它是荧光的哦，它是荧光的。我们总共就像刚刚说的，我们今天挑的这些礼物呢，除了刚刚那个车，还有那个花，那个车那个花，就是那个木头车跟木头花，那个真的是很贵。然后另外我再多加两个小东西。那要如何获得这些小礼物呢？就是按赞、留言、分享。然后留言要留什么呢？留什么都好，你不要骂人，好不好？我就是只想跟大家说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尊重的一起相处，好不好？我也会回你们留言，你也回我们留言，你可以呛我们，我们也可以呛你们，但是不要给我打从心里呛，我最讨厌真心话了。没有啦，我刚刚说的不是真心话，就是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和平相处啦，好不好 ？OK，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按赞、留言、分享之后，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些小礼物。那我们就下周见啦，拜拜。再张嘴一下，这不是我自己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这个比你还要被打巴掌。你开玩笑？没事。痛吗？这是真的假的？